不要，不要，那么暗。不要，这么暗。你定个，暗了，都暗了。那先要补妆，那你不要送了。一点补不起啊，这么暗。还可以呢，你要不再一次？不要。可以。你看，我不看你的手，你来到这里，你清楚吗？你都来到这里了，你还不要？这里啊，不要。可是这里就比较不清楚了，过了一个月才不清楚。这里会逆光的，你知道吗？这里你的脸是黑的，是逆光。而且那边是高点，才能看到那个夜景，才会美。可是我觉得这张也真不错。这张我刚刚可能真的拍的才好。去再看了，赶快赶路，不然等一下有东西吃的。都九点半了。最好啊，去搞不好人家都没有位置让你坐了。你这里，他在哪里？三高搭吗？地铁。不用搭了，就直接走。真的不用搭吗？走二十分钟了。二十分钟。我不知道你今天走几次。我去看就知道了，你还没走完。行行。这个台阶感觉台上很漂亮，怎么太晚了？其实我们今天早上太累了。